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翔，今天要来玩全民打棒球，那我们就开始哦。那今天要来讲这个新手的入门包啊，就是这个氪金的270元新手入门包，那里面的内容物有300万的金币，加上80以上的 life 包，精英球员包就是紫卡，然后再加上75以上球员包5包，最后是单人立即完成券。那我自己是先讲结论啊，我是觉得这包是可以买的，那我这边也有买了，那等一下就会开给各位看。那新手的话，我是觉得说买这个270的其实都还蛮 OK 的，像我现在就是一个新手。好，那买完之后就会送到你的信箱里面，领出来内容物长这样。那今天会全部开完，先开这个75以上的球员包好了，那希望可以有紫光啊，就是 OVR 80以上，最好是有紫卡啦，不过我觉得可能几率不太高。哇，连紫的都没有，还有黄的。好，算了，这个可能不是太大的重点。今天重点主要可能是这两个80以上的。好，接下来开这个80以上的 life 球员包，立即使用，反正一定是紫光嘛。好，紫的，哎，富邦，富邦20，先发投手吗？锁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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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发投手锁杀吗 ？SP 吗？哎呀 ，CP， 可惜了。CP 的陈宏文，哇，这张好便宜哦，这张球400万。如果是锁杀就赚翻啦。好，接下来是精英球员包。精英球员包的话，我自己是希望可以开到一张郭宏志啊。目前有缺一张郭宏志，反正这一定也是纸的吧？统一的吗？这个是义大吗？15的义大，15义大，没什么印象。DH 完蛋了，这张一定没价，哇，太惨了吧！230万，这是红卡吗？啊，好吧，最近运气都不太好，就这包就当祭品吧。希望其他氪这包的玩家可以每一包都中1000万、2000万的卡片。好，那今天的这个新手入门包开箱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帮我喜欢，也可以订阅频道，追踪第一手消息。旁边小铃铛一起打开哦。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